成啊，又是一个错字。那如果糊掉的话，我就给它写三条线在中间，可是看起来就这么清楚，想作弊都不行啊！哎，照照它写的哦。这里啊，感觉是有一条啦，不过有时候很难讲哦。有时候我在想，这一条是不是应该这样绕过来，然后顺便接这一个，所以未必是真的有那一条线。虽然已经很清楚了，但是也有可能过来的笔试的造成的，所以很难讲。划上面这个平行线，这个直线，这个细细的，然后这平的，啊，想让它造出一种那种很平的效果。现在都刻的，那写的时候如果要跟它一样，就要稍微一点刻意，否则怎么可能会像刻的？手写就是手写，毛笔就毛笔。好，伸长。好，再来一样，左边伸长，右边拉尖，竖画。那竖画通常不太长，划。烟跳上去，对上这个点，这是平的，平的起笔下来，再往旁边抹过去，点是饱满的。这是斜的，斜上去，然后这里有一个平的，再把它拉下来。然后弓呢，上面不粘住，下面倒是粘住了，最后又封得死死死。月，斜下来，然后往右下角撑过去。然后撑到底以后，再往上弹，弹了以后，这是饱满的，变尖尖，变尖尖又饱满。妙，平的，斜过来，斜过来，平的，这左边伸的长一点的，这个刀削过去的感觉，伸长。妙，刀削过平的，很尖。刀削过的感觉，饱满。平的，这个倒是没有很长。剪，剪啊，有感觉哪里怪怪的呢？上面的草为什么都偏一边呢？这些刻的人都不用负责任，我们写的要帮他解释啊。这里又开始来后世的，实际上来讲，严格来讲，粗细上差距就会很大了。两边的粗细，那两边粗细是刻意的呢？当然不是刻意的，天然造成，老天爷石头不同的石材所造成的崩石。还有踏工踏得不太刻意所造成的。